你的声音很 man， 非常厚实，职业歌手吧，超好听。我们已经听过太多的好声音，你能触动到我，很不错哦。用每年每天每分把所都扔过，我觉得好帅。你是看得很开心吧？大概只有林俊逸不开心吧。竞争很激烈哦，李圣杰老师做个抉择。我的选择是